早上我们先对周边的这个公共设施哈，像这个耗资的部分先去做拆除，那怕到时候施工的时候会影响到，那待会还要再去确认一下，看哪些设施还必须要移除的部分。那再来就是可能我们会依照上次天王星的拆除的方式哈，会做先做填土，让底下的这个填土去做底部的支撑哦，让建筑物的部分进到趋势能够不要那么明显。那另外就是也会请这个技师这边哈，看烧完的时候先去做一些监测的观察，那再来就是说填补到一个程度之后，可能会架设这个新钢的支撑，但是因为现场这个护壁状况，待会还要再去确认一下这个架设新钢支撑的情况要怎么处理。那出租副卡会拆多久？我们现在大概预估大概也是2周了。那实际的状况可能要再确认一下。